纪哀赎罪，封神榜二剧本颠覆妲己，林心如再颠覆自己，将爱进行到底。封神榜二4月27日晚9:30，美丽重整 ATV 本港台。我成身都是纤维，够健康，乜都肯做，甜的咸的做批我都得噶。我好重要噶，帮到你去厕所噶。好滑啦，爽啊，全够晒鲜味添。放心，真材实品就系我。多谢晒，不过呢啲好似普通咗啲。星期日晚，等我带你食出新滋味。设备关乎生死，想保障人命财产，一定要妥善保养大厦的消防装置，违例者最高罚款50,000元。2009开心新发现，全新主持阵容，更多好玩智慧，更多鬼马新奇，帮你解决生活难题。德国宝特药开心大发现，2009星期一晚8:05 ATV 本港台。问完家事再问国事，台湾人气信箱专家主理，实例教学同你百科出头，活得通透。今晚哪里有问题？星期一至五下午5:00 ATV 中天亚洲台，拆解全人类疑难 ATV。